保障我为哪个搞我的门？打电话给医院就出来了，出血了，就办滴血了。我现在在哪里哭？我把他拿到外面去给120来，就不行了。他说我的脸能不能恢复过来？我说没有问题，出血很亮很大，两天奶奶有一大团。一个男人刚刚还要放大镜，我的朋友跟我不知道了，我就要受伤了。情况是他这边一边脚骨折了，骨折完然后他下颌这里都有挫裂伤口，已经昨天就缝合了，大体情况是这样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